好高興傑出上市公司大獎籌委會頒發呢個獎俾金川國際。呢個獎對於公司呢幾年嘅發展同埋公司嘅企業管治係一個好大嘅肯定同鼓勵，等我哋可以繼續去用心做好啲。金川國際係一間成熟嘅國際化礦業公司，是香港交易所为数不多的铜钴矿企业之一。公司在非洲拥有五座大规模的铜钴矿矿山，矿山铜钴产量极具经济效益。其中刚果健星达矿山铜品位高达 5.87%， 是全球最高品位的铜矿藏之一。兴建紧的莫桑莱矿山钴品位高达 0.9%， 资源品位首屈一指，极具竞争力。金川國際所生產的銅和鉬是新能源革命裏面最關鍵的原料。銅是碳中和目標裏面環保發電，包括太陽能發電、風力發電的主要材料，而鉬就是電動車和電子產品裏面電池的主要組成部分。金川國際將繼續打造一流的新能源上游材料領軍企業，希望之後在新能源、新經濟方面繼續貢獻我們的能力。多謝。